马上要进行的依旧是61公斤级金腰带资格赛的较量，首先来看蓝角选手的 VCR。 有请狂暴战士弗朗西斯科纽兹。The fighter marching into the stage is Francisco Nunes. He's from Italy. He's 20 years old. He stands 160 centimeters tall. His career record is 5 wins. Four losses. 那么纽兹，他今年20岁，身高160公分，职业战绩是5胜4负。好，让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VCR， 了解一下我们的红角选手。 是的，应该说今天前两位、前三位出场的中国选手的战绩还算不错，获得了2胜1负的战绩。希望魏成金能够再接再厉，但是在这样一个高水平的擂台上，什么样的结果都是可能的。是的，不论是胜是败，我们还是要把掌声和祝福送给他们。好，下面来宣布一下本场比赛的裁判，是国家级裁判员，来自武汉体育学院的李春木先生。 Inside the ring, in charge of the action, the referee is Mr. Li Chunmu. He is from Wuhan Sports Institute. He is national referee. 有请李春木教练。 进入到地面，对，看看魏成金在这个地面有没有机会。双方选手在地面上不断的这个旋转着。魏成金是我的拳王民间组的亚军，但是对方呢是意大利，我就是拳王。对，应该说魏成金他没有一些特别专业的训练背景，他属于草根党上的选手啊。啊，对方的出拳，啊，连续的直拳重击。哦。 哎，趁对方有点示弱的时候，赶紧冲上去猛扑。双方一上来打得非常的猛啊！看来魏成金啊，经过这个我的拳王这个擂台的磨练，还是有很大长进。对，刚才纽兹一顿非常狂暴的攻击，刚才这个挂腿摔也没有能够绊倒魏成金。哎，这个转身的直拳非常厉害，把手拿起来。对，要小心纽兹的出拳。哎，纽兹的这个鼻梁是被打出了血。 纽兹刚才不断用自己的大摆拳来攻击魏成金，纽兹这个真的是孤注一掷的击打的方式啊！魏成金一定要做好防守，啊，不怕对方的三板斧。看翔有没有断头的机会。 哦，身体啊，太微生意外。嗯，纽兹他犯了刚才跟咱们这个中国选手杨馨月一样的一些问题，上来打得太猛了，冲的，对他也不知道对方的深浅，是吧？有一些出拳或者出腿有一点感觉做了无用功。
从选手的出场费上，我们也看出大概看出他们的水平。嗯，他们的出场费大概就在1500欧。嗯，而在金腰带争夺战的出场费就1.2万。好，那么比赛继续进行，刚才是场边的医官给这个纽兹处理一下伤口。两个人还是打了一拳啊。对，明白啊。对，互相的顶膝，互相又袭击。我们觉得真的魏成金很有长进啊，他还是很稳的。哎，这个有没有断头的机会？哎，再有一个断头的机会。嗯，双手没有交叉起来。哎，看看，至少这个时候魏成金不占，哎，一个抱摔。但是魏成金呢并不是特别占据特别处于劣势的一个位置，然后这种扭动有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对体能的消耗还是很大。没错，这个就看谁笑得最好，谁笑得最好的。魏成金是民间组的亚军，然后对方呢是意大利民间组的冠军。嗯，魏成金的比赛我记得还是很清楚的，他是在广州参加的我就装的比赛，当时是获得了亚军啊，非常了得。魏成金很聪明啊，他的左胳膊一直挂着对方的脖子啊。哦，这里有一个骑乘位啊。好，魏成金看看，不要被对方的身体三角锁给锁住，不要被对方的这个，哦，哎，这个麻烦了，这个麻烦了。哦，裸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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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非常的可惜啊。真的是很戏剧性的，突然间的一些结束。这个比赛也很有戏剧性啊，真的是感觉很可惜。这就是功夫全能技的魅力所在啊。没错，我相信很多女生看到这个男士这个脸上成为那个样子啊，觉得啊很心疼。但其实男人就应该在拳台上证明自己。这两场比赛，包括刚才那一场结束的非常快的比赛，最后比赛的结果和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在第一回合获胜的方呢是运用的裸脚的方式获胜。没错，魏成金刚才是一度有非常漂亮的一个腾跃的动作，但是没有能够从对方的这个裸脚当中解脱出来。没错，好，我们的比分胜负已经非常非常明显。没错，那现在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纽兹正在场边医官的指导之下处理一下伤口。来，好，我来宣布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的结果。Winner by Real Nikki Cho is Blue Corner News from Italy. 恭喜纽兹，纽兹在第一回合通过裸脚的方式获胜。哇，纽兹今天掌声啊，这是我们从六回合。恭喜啊！感谢咱们现场的观众，也要感谢纪录，非常非常不错，加油，继续加油。下面有请出我们的颁奖嘉宾，有请出来自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于玉辉以及北京长沙企业商会执行会长贺冰剑女士为我们的胜者和挑战勇士颁奖，掌声有请。Award for winner.证书以及
鲜花送给我们心中的勇士，也希望在今后的比赛中能看到你们更加出色的发挥。恭喜！这场比赛最终的胜者呢是意大利选手纽兹，而挑战勇士的获得者是咱们中国选手魏成军。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也恭喜我们的获奖者，谢谢。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就座，也请咱们两位选手暂时先休息一下。